唉，今晚外围股市跌好多喎，我仲抽中咗只新股，听日上市添啊，点算啊？如果可以取消上市，咁就好啦。嗱，其实又唔系一定嘅，因为事实上有条条款叫不可抗力条款 ，force majeure。Force 其實就是力的意思啦，但是 Force Majeure 其實是一個舊的經典法文字的意思，是不可抗力。說真的，什麼意思？很簡單，天災人禍，天災、地震、海嘯、人禍、墜機啊，這一類戰爭是最典型的，這一種呢我們都叫是不可抗力，沒辦法抵抗，因此我們只可以接受，也都不需要履行原本的一些職責，這樣就叫 Force Majeure 了。